手，身高178厘米，体重63公斤，年龄23岁，职业生涯战绩17战13胜4负，他是来自于天下布俱乐部的蓝光选手王小伟。与他对阵的选手是来自于江西一博散打搏击俱乐部的红方选手江峰，身高170厘米，体重63公斤，年�龄22岁，职业生涯战绩14战11胜3负，山东搏击联盟赛60公斤级比赛冠军。他就是来自于一博散打俱乐部的红方选手江峰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本场男子63公斤级比赛的最终裁定结果如下：1号裁判27比29，2号裁判27比29，3号裁判28比29。本场比赛最终的获胜方是蓝方选手王小伟。